一林老师，那个吴弟兄和弟兄姐妹们，大家好哈。我想我们都参加过不同的结业典礼了。我记得自己读大学的时候呢，那个是在80年代的中国，那时候我们那个物质啊非常的缺乏，特别是那个在农村的家庭哈。那时候拿毕业证书呢，是为了离开这个农村。可以有个铁饭碗，生活无忧哈。那后来我自己到了美国来读书，也拿到了那个美国的学位。当时那是为了追求那个更好的生活。那我们叫它那个五子登科哈。这里面这个五子就是我们说有车子、有孩子、有票子、有那个房子。那中间还有一个叫帽子，这个帽子就是和我们的那个毕业证书有关的哈。那我想这次的就业典礼不太一样，因为很多人已经有了这个学位，已经有了很多的证书哈，也没有人去逼你或者逼我去上课，但是大家觉得有需要，有新的需要。我想每个同学可能都有自己参加这次培训的原因啊，特别是今天那个。做完功课，参加就业典礼的同学们，据我所知，其中有退而不休，因为一林老师的伤子服饰的意向所感动哈，参加培训，为了一个新的服饰，有的是在职场上面有瓶颈，看到职场中活出信仰的重要，但是呢又苦于不知道怎么去做，就像我，发现一林老师对职场服饰。在职场中活出信仰，已经准备了一个非常好的系统性的框架和很多实用的工具哈，既可以得到装备，也可以在职场中应用和实践，同时呢，也可以使用培训的很多教材去教导其他有需要帮助的人。我自己就借用了一类老师好多时间管理的那个材料，用在自己的职场的讲座中哈。我想后面同学们可能会分享各自。参加这个培训的原因和学习心得哈，所以我在这里，我要我自己也代表同学们，非常的感谢那个我们尊敬的一林老师哈，把自己工作中积累的那么多的经验总结出来，几乎无偿的教导我们，装备我们哈，为的是让我们可以在职场中活出信仰，实践那个双职侍奉的理念。那老师在那个教导中显出来的那个热情和美好的生命的见证，满有基督的爱和馨香之气哈，非常有感染力，那个也非常的鼓励我们，加增我们职场服饰的信心和动力。我想也要谢谢那个生命树，特别是吴弟兄和 Joyce 姐妹，为我们提供了这个非常棒的技术平台和背后的技术的支持哈。特别是耐心的聆听我们很多。那个关于 app 的问题哈，默默在背后帮我们解决。这次毕业典礼也是忙到最后一天，可能最后一刻还在收集学员的资料，做那个毕业证书，筹备这个毕业典礼，让我们能够一起留下这一个非常好的珍珠时刻哈，非常的感谢。那我们也要为我们自己同学们点个赞。我看到小组长们这个台前幕后的服侍和付出哈，非常的感动。同学们也是有一个谦卑和乐意学习、成长并服侍的心哈，真的是愿上帝纪念和祝福，也真的是渴望这个圣灵持续的感动我们，保持我们一起学习的初心哈，学以致用，在职场上面我们可以一起做光做盐，为主做见证。想起圣经中的一句话，真的是我们是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愿神真的是使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当我们毕业以后，能够把所学的应用在我们的职场上面，成为众人的祝福哈。好，谢谢，我的分享就到这里。啊，非常感谢 Jason 弟兄的分享，说出了我们学员的心声。那其实我们上的课，会在不同的时间，我们会上不同的课，我们会遇到不同的老师。那我们知道，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我们跟以琳老师一起上课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独一无二的，
那他在学员的眼中是怎样的一位老师呢？那我们现在就邀请 Bella 姐妹来分享一下她眼中的以令老师。非常荣幸可以代表全体学员在这里将下面这首小诗献给我们最亲爱的也是最棒的老师和导师。您的名字叫 Elaine， 拥有多年丰富经验的成功职场人士，深受观众听众欢迎的知名公众讲员，永不停息学习教导的四代同堂老师，身体力行活力四射的双职侍奉榜样，有着源源不断奔放的对工作的热情，有着卤煮实价牺牲的对他人的爱心，有的独树一帜奇特的对未知的创新，有的当机立断明智的对凡事的决定。在您的人生字典里面没有不这个字，在你的人生征途当中没有停这件事，是下属最亲爱的主管，是老板最钟爱的员工，是徒弟最敬爱的师傅，是导师最喜爱的学生，是孩子最慈爱的母亲，是老公最疼爱的伴侣，是肢体最珍爱的童工，是老爹最心爱的闺女。在爱中被照风闻有主，在爱中被赎亲眼见主，爱神爱人是一生呼召，容神一人是此生写照。您的名字叫 Elaine。谢谢 Bella， 我们给 Bella 一个掌声。真的是非常的感动。他不仅是描述出了他眼中的以令老师，他把饱满的情感的诵读，真是把我们带到了这种我们跟以令老师相遇相知的每一点每一刻。好的，我们精彩的时刻就要来了。那在学员，我们有35位的学员，我们会一一来给您颁发结业证书。当我叫到您名字的时候，请您同时打开您的摄像头和您的话筒，你也可以表达说一两句话哈。以令老师会亲自把这个结业证书颁发给您。为了保证我们的这个35位每一个高光的时刻，大家能够配合。好，我们预备好，我们要请出今天的第一位职业学员了。对，恭喜你。好的，我们要进入到第二位学员了。好，我们请赵丽姐妹。哦，谢谢以令老师，好激动呀，非常感恩，恭喜你继续为主发光，在工作当中回应神给你的职场使命。好的，谢谢老师。好，下面邀请下一位高凌燕姐妹。好，看到 了 Cherry， 恭喜你，你结业了。谢谢，恭喜您。继续为主发光，神祝福你。现在邀请苗燕姐妹。
杨燕今天那个她有另外的一个那个毕业典礼，然后她那个请假这边，然后她有那个见证啊，我可以帮她那个读。好的，那就邀请Lisa， 您可以打开您的摄像头，然后来分享一下苗燕姐妹的见证。对，苗燕姐妹特别写了一段，然后那个要写给那个伊琳老师的，然后她的那个见证，我帮她读一下。那那个苗燕姐妹写到，就是我在面临工作和教会服事双重压力的情况下，报名了伊琳老师的课。得知有一对一和老师沟通的机会，我立刻就整理了自己的资料和情况，很快就收到了老师的回复，快到我有点惊讶。然后后来一个小时的沟通非常快，因为老师的一个提问打开了我纠结已久的问题。老师问我，你觉得现在的工作你贡献的比例是多少，学习的比例是多少？那我就发现自己贡献的比例是70%，学习的比例是30%，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感恩的事情。我可以服务我的公司和帮助我的同事，还有提升和学习的空间，多么的好。原来我之前只关注自己的提升和发展，而忽略了在工作中能贡献，也是神的心意。那这个时候呢，我的眼光就被更新改变了，工作的积极性也回来了。后来伊琳老师还鼓励我谦卑勇敢地跟教会的牧者沟通，因为牧者希望我全职服事，而我内心更渴望在职场发展。因着课程给我正确的认知和心灵的鼓励，我也可以和我的牧者表达不同的意见，也获得了他们的祝福。那现在呢，我进入了一份全新的工作，离我新买的房子非常近，而且薪水也上涨了30%。那在课程当中，我也有机会，做的小组长，配搭服饰，更是近距离看到伊琳老师的敬业和细致认真的服饰。每一次课前，伊琳老师，每次课前课后，伊琳老师都会收到，伊琳老师清楚细致的邮件，对课程和学员作业的沟通和安排。我非常的受触动，这也是我要学习的榜样，如何在每一件事上忠心且充满热情和积极的态度。感恩，感谢神，也感谢伊琳老师和团队的服侍。所以对，这个就是那个我们小组苗燕的见证，然后在她的见证当中，这也是特别的感动，也谢谢伊琳老师。那荣耀归给主，感谢主，太感动了，真的是神的工作在苗燕姐妹来祝福她在新的工作当中，感谢主，谢谢 Lisa。非常感谢，我们继续看到组员之间美妙的美好的这样的一个互助哈合作。好，我们先邀请下一位学员，我们邀请李莎莎姐妹。这么快都轮到我了，谢谢，我以为在后面。谢谢伊琳老师，特别开心。我们小组会有佩文姐妹代表我们小组发言。吉米结业了，莎莎是像我常说她像是一个海绵，什么都在吸收的。我们很高兴看到神在你生命大大要使用你，恭喜你。感谢主，谢谢，恭喜莎莎姐妹。下一位学员是，是我，太高兴了，我都没想到这么快是我了，很荣幸在组长后面。非常谢谢伊琳老师，非常的受益，很开心跟您同工啊，我特别希望，您的热情感动您的灵啊，照样感动我。Amen， 感谢主，谢谢你的摆上，你也放了很多的心思，不是你在主持，我们就没有这样一个气氛。谢谢你，谢谢谢谢。好的，邀请下一位，看来是我们组哈，特别亲切。好，我们邀请黄静冰姐妹。恭喜你，静冰老师好，谢谢老师的指导，感谢你，很高兴你跟我们一起来学习，也
神要祝福你的网上的宣教事工。谢谢老师，谢谢我的组员们。啊，好开心，金丁。好，我们继续邀请下一位。好，我们的杨牧师，杨思牧师，我们邀请。谢谢老师啊，团队的付出，因为你们的付出，所以使到我们可以更多的学习。我要讲的是，在这一个这个 platform 给我学到很多东西，是我在神学院没有学到的，还有也找到很多同路人可以一起的来服侍影响这个职场。所以呢我盼望有更多的学习在这个平台。恭喜你杨牧师，我们前两天的一对一特别感动，看到神给你一个很大的意向，我们要寻求神继续大大的使用你，也加入我们的服侍堂团队，恭喜你。谢谢。好的，我们邀请下一位学员，钟丽芳姐妹。 Faith， 嗨，老师你好。怡琳老师大家好，感谢老师，老师你是最棒的老师，谢谢你。我很感谢神，今天晚上也是我小组第一天晚上，我第一次做小组长了，要感谢神的带领，谢谢你们。恭喜你 Faith， 哇，他好有创意，还戴着这个真正 Jason 说的帽子啊，恭喜也跟 Faith 有作为一对一，特别感恩神给他很多的恩赐，然后他很忠心的去使用，神要大大的使用你，继续为主发光，恭喜。谢谢老师。好，我们邀请下一位学员。好，朱小敏姐妹。非常谢谢老师有这个课程，然后让我很受祝福。尤其是在上了这个课程以后，我就开始在工作前有五分钟的祷告，对我很有帮助。然后也非常感谢我们组员的生命的分享，都让我很受到鼓励。谢谢大家，恭喜你，也神继续祝福你，也让你成为别人的祝福。小明，谢谢，谢谢。下一位，邀请下一位学员。啊，我们的叶恩惠姐妹。 Hello， 大家好，谢谢怡琳老师，还有谢谢大家的祝福了。真的是透过大家的分享，然后直到我真的是学习很多，虽然在职场上面可能比较少经验，但是透过大家的分享，大家的鼓励，大家的故事，甚至刚刚大家的感言都好，都可以让我真的很受惠，谢谢大家。恭喜你 Angeline， 或许你可能是我们同学中最年轻的，可是记得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不要让人看你小看你年轻，总要在你的言语行为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神要祝福你，恭喜，谢谢。祝福你。好，邀请下一位学员是刘丹姐妹，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刘丹姐妹。好，谢谢老师，谢谢大家一直以来彼此的鼓励，我很期待接下去我们可以继续第二期的学习，谢谢。恭喜你刘丹，那么远的代表你们印尼的国家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神要祝福你，也要用你在印尼祝福其他人。谢谢，谢谢老师，祝福您。我们邀请下一位学员。我们请洪佩文姐妹。嗨，大家好，非常高兴这次能够参加这个课程。我觉得在这堂课程当中最棒的就是我看到许多的榜样，我看到怡琳老师她这个是女性在职场上面很卓越的榜样，然后也看到特别是在不只是在职场上，在家庭啊，在婚姻各个方面都让神呢真的能够这个信仰能够生活化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然后我
跟以琳老师这一对一当中，我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得到的答案，就是我自己有的时候觉得自己是非常的事工导向的，目标导向的，可是老师鼓励我觉得这是一个优点，因为觉得好像很不好意思但是呢不要去忽略人跟人的关系，要把这些关系呢放在我生活当中的计划里面，我就是对我而言非常的受益。那我也很感恩，就是我能够在我的组长啊小天使身上学到很多，特别是他很乐意侍奉的心，我的莎莎组长哦，他每件事情他都非常的乐意，所以这是给我一个很大的学习。因为我在一个网络上面大家都不认识的环境，其实我是很害羞的，可是呢因为他，所以就鼓励我们可以敞开的心，然后慢慢的去分享，所以这对我而言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所以我要真的是非常感谢你们的榜样。然后在课程当中我觉得最棒的就是我过去我都非常的渴望我的信仰能够生活化，当我在牧养青少年的时候我都希望他们在课业当中来荣耀神，但是呢在职场上面，在我们的青年工作者有家庭的生活当中，其实我们信仰生活化最大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的职场还有家庭了，所以我要非常感谢以琳老师的这场课程给我很大的帮助，谢谢你们。 Amen， 感谢主，恭喜你洪老师，他也是一个老师，也很愿意祝福其他人的。我们的确当中有很多的同路人，不单只是职场的，也是很多为着下一代青少年都同样的负担。像杨牧师跟洪老师呢，他们也一起有机会在马来西亚有这样一些的特会哈，神很奇妙的把我们放在一起，神要祝福你，恭喜，恭喜佩文姐妹，也谢谢佩文姐妹代表我们组哈做这样的一个分享。好，我们下面进到，我相信是另外一个组了，那是谁呢？哪个组呢？我们期待一下。哦，原来是 Katy 姐，我们邀请吴慧玉姐妹 Katy。好，谢谢老师，去年很难得在职场宣教课程遇到伊莲老师，我感谢他的带领，一路上从课程中一直带领我到德州我一路跟着他在生命树，去年暑假生命树学习他任何哪一个讲座，我就是跟着他走一直到现在我没有想到，我真相信这是上帝差来的天使，因为真的是改变了我在这人生下半场有一个很大的改变。我相信借着现在的科技这一个平台，我可以继续服侍，而且是忽远忽界，我可以遇到很多年轻优秀的精英，我愿意做一个管道在这里做跟伊莲老师的团队里面委身服侍谢谢伊莲老师，再一次的线上感谢，谢谢伊莲老师。哇 ，Katy 姐是永远我最热衷的一个啦啦队队长，我无论去哪里，我都能够看到 Katy 姐在那边。感谢主让，你跟我这样的疫情当中遇见，绝对不是偶然的，神有奇妙必然的旨意，让我们真的看到神要大大使用你，而且在你的生命当中常常去投资在这四代同堂，你好多的属灵的孩子们，对不对？又有可能孙辈。谢谢 Katy 姐常常在牧养我们的羊，谢谢，恭喜你，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好，恭喜 Katy 姐，我们邀请下一位学员，我们欢迎陈心怡姐妹。我觉得很高兴，就是说在四年多前在达拉斯跟 Elaine 认识之后四年之后还有机会透过这个平台继续维持这个友情，然后同时也从 Elaine 身上学到很多的东西。我也特别 appreciate 跟他 one on one 的时间，像之前前面的学员分享到，其实每一次 Elaine 他在做准备 one on one 的时候，我觉得他是非常的用心。然后我虽然在工作职场里面也二十几年了，可是
次还是在他身上学到很多的东西，所以非常感谢。另外啊，特别要提一下 Kitty， 我觉得 Kitty 真的是设了一个很棒、非常非常棒的榜样。过去这八个多礼拜，甚至十个礼拜吧，我都很习惯每天每个礼拜都要跟他先有一个会前会，在我们小组开会之前，都还要跟 Kitty 开过一次会。然后接下来的日子里面，我觉得我应该会非常的想念他，因为接下来几个礼拜可能还没有在第二期开始之前就没有机会跟他有这个会前会。不过就是说透过这个平台，其实也认识到了好多其他的弟兄姐妹，在各个人的身上也学习的非常多，然后也建立了很多深刻的友情。所以非常感谢 Elaine 有做这样的一个平台。心里心呢，我的确很高兴，是一个很大的惊喜，让你跟我一起在这个平台上再重新以继续我们以前的友谊，而且在我们的一对一当中，每次都给我很多的挑战，怎么样回答你那些很不容易的问题，可是也很实际的，所以要大大的使用你在 Dallas 继续发光，而且呢也要接下去有这样你的四代的来培训，恭喜你，谢谢。祝福西耶娜姐妹。好，我们邀请下一位，我们邀请王艳丽 Mary 姐妹。好的，那我们邀请下一位。我们邀请罗静姐妹。哎，李丽老师好，谢谢，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感恩。我觉得就是说神真的是很爱我，所以在我寻求的时候就寻见，正好是在我的职场上遇到瓶颈的时候，我之前参加孔毅老师的课程，然后当时我记得第一堂课你就把这个课程打出来的时候，我说听到您的见证，我说哇，正好是我想要的，对，然后听到您这个八次课，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造就。然后从您身上也看到一个榜样，就是可以职场的女性这么优秀，然后呢工作和伴侣还有这个家庭和生活都是非常美好的见证。我觉得呀，神在我周围就是就是很多的见证人，像芹菜一样的人啊，对，所以就是一个标杆吧，我觉得您是我的标杆，可以特别往前好。谢谢，而且我特别特别感恩，就是说我们的小组长 Shina 还有就是 Kitty 姊妹，我觉得就是对我们组员非常的关心，就是非常细致入微，我觉得这也是也许就是说神让我们彼此之间哈，就是可以互相的扶持和帮助，我觉得特别也是得造就，也可以跟姊妹有这么好的分享，我觉得感谢主。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一直的祷告就是说我们就是愿我们手所做的功能他所建立，愿神也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觉得神感动我们，就是不光是在我们的这个工作哈生活里面，各个地方都成为他美好的见证，所以感谢赞美主。谢谢你，感谢主，恭喜你，罗静姐妹。我看你一直很认真的学习。然后呢，我们的标杆人生是主耶稣是我们的标杆。然后我一切把荣耀归给神。我也有很多失败跌倒的时候，希望我分享的让你们少一些的要走少一些的冤枉路。那我们的确成为一个云彩般的见证人，彼此的鼓励，也是成为一家人。感谢主。又像 Jason 说的，成为一台戏，我们要在世上发光，来把一切荣耀归给神。恭喜你，恭喜罗静姐妹。我们邀请下一位学员，我们邀请 Esther 姐妹。我们邀请下一位。我们邀请吴林美姐妹 Priscilla。看到您，哎呦，好有花啊！老师，不是了，姐你好，恭喜你！这个花就是送给你，你的热情，你的卓越，在这儿，但是你把周围的小花通通点亮了，让周围的人更加亮丽，这是你教导我们的。之前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做光要做盐，
认识成你的那个点灯人这个名词 shock me light up light me up 是让我们发现让我更加的积极想到我要学像这一朵花让周围的更加的亮丽起来了。的确而且你的热情不断学习你也热情教导这也是给我很好的鼓励。我们不在于年纪所以诚如杰森班长说我们到这年纪了不是在于这张证书而是生命能够更加往前走。谢谢你提醒我们学像主耶稣不是我一个人走而是彭某讲我们一起走大家一起亮起来。Thank you, 送给你。Amen, 收到了谢谢黄色最喜欢的就是发光的谢谢 Priscilla 姐我们这里有好几位我们的长辈他们非常谦卑的 Priscilla 姐也是很多时候的讲座都看到她的名字而且她都很主动的在 chat box 还是怎么样的一个鼓励回音谢谢你给我们的鼓励给我们的榜样谢谢一起来发光恭喜你谢谢感谢 Priscilla 姐妹的用心好美的花呀谢谢你的分享好我们邀请下一位张真婉 Lina 姐妹恭喜 Lina 姐又是一位前辈的榜样谢谢以恋老师我本来是应该退休了但是碰上以恋老师以后现在不能退休了还要继续做工了谢谢你给我鼓励谢谢你的接纳谢谢你非常感恩也谢谢我们的组长跟Kitty 还有希娜谢谢他们的辛苦谢谢你谢谢 Lina 姐也恭喜你毕业了的确你不需要这个证书你是退而不休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你们几位的前辈真的是给我很大的激励因为你愿意要用你过去几十年的经验来去生命影响生命祝福我们 Lina 姐是很有创意跟很会开玩笑跟很有幽默感的她现在也跟我们一起礼拜四的课做小组长谢谢 Lina 恭喜耶、yeah.谢谢我们邀请下一位学员邀请洪雪芳姐妹我知道她今天也要代表Kitty 和 Shanna 的小组啊来做分享和见证李令老师我在这里先谢谢你还要感谢主耶稣带领我上那个Call to Work 这个课程在我职场生涯人生低谷的当中碰到 Kitty他是我的小天使哦，在上课前两天老师也接纳我的报名我非常的感恩真是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我现在的职场上那个经理他说我不能传不能讲信仰那我就觉得说那工作不能传福音的那为什么我要工作呢当时我不知道工作的意义是什么那上班的时候又觉得说压力好大很难过很痛苦后来谢谢老师在上课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工作是我的祝福然后我就简单的介绍我18岁的时候就父母安排我就结婚来美国那当时先生有做珠宝的工作那2年以后我信了耶稣我跟神要一个儿子可是的儿子却是一个残障他有 spinal bifida 就是末梢神经的受损那2年以后丈夫又癌症去世那时候我才23岁又要带一个孩子那感谢主后来我又8年以后又结婚再婚可是10年前的时候我离婚了那我就想说那我就来传福音啊教会是在职场上所以我那时候我差不多40多岁我才到那个工作的职场那我感谢我们的神我觉得真的神就是独一的真实他非常的仁慈非常的信实他真是照顾孤儿寡妇的神可是在工作上我没有办法活出信仰那我感谢这个生命书这个课程它是我的人生的 turning point 当我上这个课的时候呢老师谢谢你我每天真的就
耶稣在职场上一起工作，我也给耶稣一个位置。然后呢，我现在知道了我的价值，我是神儿女，是尊贵的。然后呢，谢谢老师教导我说，我的生命要改变，就是我的 head， 我的 heart， 我的 hand， 我的 habit。我在工作中要得到怎么样得到神的祝福呢？就是那个五个 P， 还有怎么样去知道神的心意呢？我知道神的应许、神的力量、神的供应、神给我的惊喜，我真的是感谢神。现在我知道神是我的大老板了。那真的是工作就是为了主。然后我现在上了这堂课，我知道我认识要多认识自己，了解别人，在世界上做盐做光传福音。我非常感谢老师生命的分享还有经历教导我们。在小组当中虽然我们不能够实体的相聚，在线上我非常感谢同学们的鼓励，还有很高兴认识大家。那感谢我的生命真的有改变了，比较有信心，然后爱主更深更活的，然后真的是有经历到神的同在，有神帮助，让我能够活出那个神的呼召。谢谢啦，谢谢各位弟兄姐妹，谢谢。哇，太棒了 Sophia， 哇，你用这几分钟就把我们八课完全很浓缩的精华都展示出来，而且不是言语去分享，还有你的生命，我看到你的喜乐在你的生命当中，神要继续祝福你，借着你来成为世上的光跟盐。我听到你的见证真的不容易，这样的很不同的起起伏伏的人生，可是你还是抓紧神，神要继续成为你的灯台，也成为你的基石，神要祝福你。谢谢 Sophia。谢谢老师，谢谢Sophia，好感动，谢谢你的分享，谢谢你的分享。好，我们要进入下一个组了，那我们来看下一个组是哪一组呢？邀请下一位学员 Anna Annie 石海波姐妹。 Hello 雨林老师早上好。早上好 Annie 姐。非常感恩，真的是在我二零年年末的时候，我正在寻求我人生下半场的一个方向，在这个时候，这神真的是把以琳老师带进了我和我们家弟兄的一个生命里面，也通过他前期的服事让我认识以琳老师，所以我也是在后面的英文的那个课程里面，然后陆续参加了一部分，一直到今年中文课程授后，然后我是全部参加的。所以在整个参加的这个课程过程当中，让我感觉到就是前期的课程呢，它的那个内容比较多，因为我在做作业的时候，我是来不及在上课的时候把所有的作业都做完，一直到课后我才认真的才去把所有的这个视频再看过，然后再消化，然后再学习。所以我是觉得是当我把所有的课程都做完的时候，我才全部的对这个课程有了一个非常清楚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和认识。所以非常感谢以琳老师的带领，也感谢我们的组长贝拉对我的一些帮助和为我的祷告，也期待我们有一对一的一个分享。谢谢以琳老师，谢谢。请你 Annie， 其实呢，在每一个成功的弟兄后面都有一个很重要成功的妻子 Annie 呢，就是我们吴弟兄的太太哈，贤内助。谢谢你支持弟兄的服事，也参与我们的服事，跟我们一起来学习，神要大大的使用你。对，我期待我们的一对一，恭喜你，谢谢老师。好，我们邀请下一位学员 王贝贝拉。我非常感恩，真的是不过让你们 jealous 一下，我是跟老师住的最近的，所以待会儿我们结束以后还有一个 surprise 会在老师家门口。太保密了，感谢是以琳老师的辛勤耕耘，然后生命树平台吴弟兄夫妇两个好，所以刚才 Annie 非常的谦卑谦虚，我也是，我们两个是天使，彼此互相带导，互相扶持，所以特别也是在这里谢谢这个吴弟兄的辛劳付出，
还有组长们每一位组长的爱心摆上，还有天使们的随时陪伴，最感谢的还是爱我们的神为我们预备这么好，好像天时地利人和，所有一切的这么丰盛的属天，就是属灵的宴席。感谢神，感谢各位。哇 ，Della， 我怎么说呢？你是我们的大诗人，也是大情人，很多的爱心在里面，常常是用你的真心各样的恩赐来祝福我们。谢谢你刚写的那个诗，我真的是啊，真的无言以对，没有话可以说了，非常的感激。然后我们真的很蒙福，跟你跟 Jason 一起来学习成长，也是邻居，也是同工哈，感谢主，谢谢你，而且还继续为你家人的需要来祷告。我们知道你这几天特别忙，常在我们的心中为你祷告，然后神要大大使用你，祝福你。我们还期待神在我们当中做奇妙的大事，神要祝福你。恭喜，谢谢你，谢谢你们，谢谢你的厚爱，已经好多惊喜了，我还有什么可不能够太接受太多的惊喜、啊、感谢主，谢谢。好，我们邀请下一位学员啊，我看到弟兄出现了，黄康弟兄，我们欢迎黄康弟兄，恭喜黄康弟兄，我们邀请下一位学员。好，我们邀请 Daniel 潘敏杰弟兄。看到了，恭喜你 Daniel。 好，就是特别感谢以琳老师还有我们组 Bella、对，就是对这个职场上的帮助，让我对这个职场有很多新的认识啊，就是能够人能够在我职场上能够做工，就是这个对我来说有特别大的帮助啊！感谢各位老师、各位同工的辛勤付出，谢谢。经理 Daniel， 你这个名字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神已经在旧约里面用大大使用 Daniel， 在这个世界巴比伦国的非常不合神心意的，还是用他。同样的，神要大大的使用你，祝福你，恭喜。谢谢老师。恭喜 Daniel 弟兄。好，我们邀请下一位学员，我们邀请迪米Summer 姐妹。老师好。恭喜 Summer、看到你了，看到你了、也恭喜你的新的工作。是我觉得这一路真的是走过来很多惊喜，因为其实上次在那个分享的时候，我本来是要分享我的见证的，因为我在那个年前的时候，其实家庭都遇到非常大的挑战啊，因为我一直都是从事在旅游行业嘛，有10年多的经验，但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啊，整个旅游行业都停歇了，我和我的先生几乎在疫情一两年的时间里面都没有工作，也没有收入，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心情是非常的焦急的。然后我的丈夫呢，他是非常好的丈夫，他经常就会安慰我，他说你是姊妹，你做好家庭的工作就可以了，所有赚钱的事情是我们家现在没有关系啊，你只要做好母亲啊，这样就可以了，他说一切都仰望神。后来呢，我就也就听丈夫的话啊，做了很好的妻子，做了2年多在家里照顾孩子。但是年后的时候呢，我心里还是非常的盼望在职场当中能够发光啊，那个时候就遇到了这个课程啊，我就想通过这个课程来好好的学习，因为我在职场上一直有一个渴望，我觉得神一定要有一种对我有一种呼召，让我在职场当中可以发光，所以我就有参加这个课程学习。可能是因为我真的是非常的有一个饥渴慕义的心，所以每次课程完了之后，我都是很想把那个作业做一次复盘做一次梳理然后我做完每次作业之后，我发给以琳老师，让我很感动的是他都是很快速的能够回答回复我的作业。因为我有观察以琳老师，我觉得他好像在扶持很多人又在参加了很多的那个辅导啊讲座呀，我说他怎么可以这么快速就能够回复我的信息呀、我当时其实心里蛮感动的。然后经过
第六次第七次的那个作业之后的话，我对我的人生其实是有盼望的。但我觉得其实就是在做人生梳理的时候，我分享我的优势和劣势的时候，我发现我是一个主导型性格的人，而且我是有一个盼望是自己可以创造品牌的一个人。所以我是不愿意去打工，而且我是不喜欢打工的人。但是我现在这种处境的话，我就发现很困难，我到底该做什么没有方向的。后来我就说好吧，那我就开始尝试投简历。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就有一些工作来找我，但是因为我经过课程的学习，我就知道我的盼望是在哪里。在很巧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份工作，跟这个老板去谈话的时候，其实当时我应聘是个他们公司的很普通的职位，我只是想抓住这个机会跟老板聊天，结果没发现这个老板他经营公司有很多困难很多问题。那次面试就结果就成了我跟他的一对一的职场的教练。然后说完之后他就说，我觉得你可以做我们学校的执行校长。我说啊，你要请我做校长吗？我觉得很开心。我说我可能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但是可以尝试一下。他说，我说好吧，那就给我一个月的时间尝试。我觉得真的是这一个月时间真的是让我经历神的很多很多不一样，就感觉到很长时间我们只是在教会里面，但是这一个月我真的觉得主耶稣把我放在职场上去祝福这家公司，特别祝福这个老板。我觉得他在这个学校里面他缺少的其实就是爱的教育和那个从神而来的工作的价值观。我不断的就是用这种信仰的价值观来帮助他，来帮助公司来去梳理。然后一个月的时间里，我发现整个公司就发生很大的改变和变化。然后公司老板一个月之后他就很开心，他就正式的跟我做他公司的那个执行校长。我觉得这一路的见证真的是很感动，就是让我知道神的带领他是按时候结果子啊，按时候结果子，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谢谢，这是我的分享。感谢主，恭喜你李敏，我们太感恩了，看到神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个五个 P， 特别这个惊喜 pleasant surprises， 然后你诗篇第一篇就在你的生命生活当中展示出来。感谢主，继续祝福你在这个新的工作当中有那么影响力的位置当中，做一个仆人领袖，去把神的爱神的能力在你的生命当中成为流通的管道，祝福他们。恭喜你，谢谢，祝福李敏姐妹。好的，也谢谢您的分享。我们进到下一个组，邀请下一位学员啊，我们的班长Jason， 我们邀请宣荣伟弟兄。谢谢，谢谢老师。我想这个不单单学到东西，更也是因着一定老师认识很多很多很好的同工，彼此之间大家的鼓励学习很感恩，非常的甜美，要感谢主。感谢我们的班长，谢谢 Jason 很谦卑的去这样跟我们分享。其实他是一个非常好的讲员，我们有一个大会还请了他还有莎莎来代表我们去做讲员哈。谢谢 Jason 很忠心的服侍，无论在台前幕后都来鼓励我们小组长，而且呢在你自己的职场事工上，神也要大大的祝福你的家庭、你的工作、你的事工。谢谢 Jason， 跟你刚刚开始分享的实在讲得太棒了，感谢主，谢谢，恭喜，祝福 Jason 弟兄。我们邀请下一位学员，我们邀请汤君弟兄。恭喜你，汤君，听不见啊，在西雅图可以听见啊，哈，可以，哎呀，对，非常谢谢这个就是一林老师。那我先谢谢一下这个包括 Joyce 还有那个吴弟兄还有各位小组长，特别是我们小组的Jason 这个就是每次花了很多的时间来组织这个活动这个课程。那当然更加要感谢的是一林老师了我是这个稍微总结了一下，因为这个课呢就是对我来讲确实是耳目一新的呀。
首先点呢，我就从这个艾琳老师的这个，他把那个圣经中的那个工作原则呢，他做了这个非常精炼的这样的总结，而且呢，用自己的见证，我是感觉就是艾琳，他就是说一种这种喜乐，这种光啊，这种就是说耶稣的爱啊，从他身上好像很自然的像这光一样就发出来，能够影响很多的人呀。而且呢，他的这个教导呢，就是跟我们讲要怎么把这些原则总结之后呢，他用了非常好的办法，让我们能够很容易的这个记住。同时呢，就是说，因为你记住了之后呢，你就很容易的这个把它行出来呀。所以呢，对我来讲，这次是受益匪浅，受益匪浅呀。那我感觉这个艾琳老师的这个工作呢，也是非常的有意义的。因为为什么呢？我最近正好是在灵修的时候呢，我在正好读的是以赛亚书。那大家知道以赛亚书，他特别就是施洗约翰他出来的时候，他引用的就是以赛亚书。那所以呢，我就确实也是感觉到，就是说神对我们现在的呼召呢，就是如果就是说当他再来的时候呢，我们是要为他在前面预备道路呀。那所以呢，通过我们这样的学习，通过这个职场，这种就是影响，要慢的，因为原来我确实也是非常困惑，就是说，这个工作和这个就是教会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好像总没有感觉到，好像在这个就是工作里面，好像就是说有这种使命感，或者反正好像总是感觉，这个神的事好像都应该在教会里。但是现在呢，通过这个课呢，也确实就是说，重新有这样的认识，说，其实对于神来讲，教会工作场所都是他，就是发挥，要我们发挥这个影响力的地方呀。所以呢，通过这个课程呢，我感觉就是一个让我特别的一个深刻的感受，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讲，要影响别人，要通过我们的这个学习，从方面影响别人。那我跟李林老师呢，也是有非常好的这个一对一的一些 counseling 呀。那么从李林老师的这个 personal 的这种 counseling 方面呢，也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些建议啊。特别是就是说，当我跟他说，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喜欢看我自己的有哪些弱点，我说我需要改变，是吧？李林老师对的，是的，人是要改变，但是呢。他同时呢，你也要看一下你有什么强项，对吧？神创造你，他肯定是把一些强项放在你身上的，你不要老是看到自己的弱点，好像这个神没有把好东西放在你身上一样。那这个我感觉对我来讲也是触动非常的大。那么我也是做了一下这个Strength Finder， 也确实非常受益的呀。非常感谢林老师的这课程，那我会继续这个第二期的学习。恭喜汤俊，我们太高兴了，看到你这样的回应，跟看到神真的是天生我才必有用，神要大大使用你，在你的创业当中，在你的伙伴当中，在你的家庭里面。谢谢你的分享，让我非常的感动，真的是知道我们这个课程能够给你一个亮点，跟有一个转折点。神祝福你，恭喜。谢谢老师。感恩汤君弟兄的分享。好的，我们邀请下一位学员尚光义弟兄。恭喜光义，还有你的孩子，恭喜。对，谢谢了，任老师这么说，实用的一个课程让我非常的受益。还有感谢每位小组长还有生命树媒体，去准备这样的一个课程，谢谢你们。恭喜你光义，我看到你家有孩子，我知道你要也成为孩子的榜样，在职场，在家庭，在你的社区当中，神要大祝福你，使用你。恭喜，祝福光义弟兄。我们邀请下一位学员陈心弟兄。恭喜 Cyrus， 常常很多好问题去思考的一个弟兄，恭喜。谢谢那个伊莲老师，谢谢这个组的组长，因为我是可能比较忙一些，所以就作业是最后一个才交，但是我也把就是之前因为可能大家先做，这样的话我是非常感谢这个课让我学
到很多的东西，然后一直以来就是说，可能之前的话工作的话也是想要去寻求吧，就冥冥中在寻求，想要寻求就是怎样能够在职场或者工作中把这个，可能神的话融入到这个工作中，但是也很感谢上帝的带领，就是可能在几个月前吧，我都不知道我是怎样加到这个我们的微信群，就是反正是应该是吴弟兄的群还是哪个群，就是我看到就是可能在一林老师的课，就是讲这个职场的神学，也是我可能心目中一直想要去就是寻求吧，因为叩门就开门，寻求必寻见，所以之前也有一直灵修和祈祷，想要像看一下，因为之前的话在国内上班工作的话都在这个就是说无法真正的能够让神学融入到自己的职场的生活里，所以一直是觉得很欠缺，当然可能环境上也不是很允许，所以这一刻正好是因为疫情的原因，我也觉得可能是上帝的安排，就是说可以让我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可以遇到这个课，然后更多的可能想要让上帝使用我，这样的话我可以可能在这个疫情之后未来的一些这种工作啊，或者是一些这种职场的发展上，可以更加的让自己可能首先是认识到自己，而不是只是说是一个上班而已，因为这个工作嘛，我们可能课长也学到，首先上帝是最大的 CEO 是老板，所以只有说是了解清楚工作的意义，靠神的带领，才能够把这个工作真正做好，也才能够让就是说我们的工作职场这个生命得到神的祝福，所以在此呢非常感谢这个一林老师，感谢这个课，然后会更多的可能想要跟老师约一下这个一对一的这个咨询，因为我个人的话职场经验不是很多，所以是比较欠缺的，想要可能在这个市场上在未来的时间未来的就是职场这个转型过程中能够更加的在职场中得到这个就是说前辈的一些指引，也能够更加的让这个神让真正让神带领我的工作去走这个职场路，而不是说只是可能看着这种之前吧，像我在国内的朋友都是爱看钱看得比较重，就是说不是我们这种圣经讲叫做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所以我是很想要就是说从职场生存去真正了解自己到底适合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也能够更加的在这个职场中让真的把上帝就是融到这个自己的生活中，让这个职场信仰化。很讲多了，谢谢这个课，谢谢那个我们的组长一直就是叫我把作业要完成这样。所以这中间也是有一点急着急吧，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比较焦虑吧之前，然后最终还是完成了，所以很感谢这门课程，我相信可能想要在可能二级的课程好好的不是去补作业了，就是说去能够每一课都好好的把作业完成，这样的话也能够更多的和组员一起分享这个课是职场使命课程啊，所以谢谢老师，谢谢主演，也谢谢这个生命组媒体，谢谢。感谢主，恭喜你 Cyrus， 你毕业了，你功课教完了，而且不是功课，谢谢给老师是你的工具，希望能够真的装备你走这个职场的天路。感谢主，因为你年轻，所以你往后要享受神的职场使命，比我们的时间都长。我很期待跟你的一对一，谢谢你的参与跟学习，也分享。谢谢谢谢老师鼓励，谢谢，不会的，神祝福你，跟你约的，谢谢。好，神祝福你，恭喜，恭喜晨曦弟兄，我们邀请下一位学员。好，我们邀请Howard，弟兄。好，很感谢以恩老师在这一期的在这教导我们在双子侍奉上面。那我以前在工作中其实有碰到许多困难，还有在人际关系之中有碰到许多瓶颈，那在这里我才知道说如何在透过祷告让我们能够去有更多跟人的接触关系，那也感谢我们组长 Jason 还有我们所有的组员，
在活动中热烈的讨论。好，谢谢大家。恭喜你 Howard， 感谢主有这样的弟兄，有愿意学习也愿意成长，神要祝福你，也要让你成为别人的祝福，恭喜你。好，谢谢。恭喜 Howard 弟兄。我们邀请下一位学员马成好弟兄。Hello， 谢谢。恭喜你成好。谢谢。对，谢谢，也是感谢这个生命树，还有我们的组长 Jason， 还有以令老师。就是我其实才上班不到三年，然后觉得有这样机会能接触这样就非常开心。然后我下一个学期我也约了我们教会的一些入职的，因为我们团契是一个职业青年的团契，一起来参加，希望我们有所收获。谢谢。哇，谢谢你，太棒了，你已经也要倍增我们当中的四代同堂，谢谢你这样的学会，也越愿意其他人更多蒙福，你一起团契学习更棒，因为这样就成为更多的伙伴一起来成长，恭喜你，感谢主。谢谢。邀请下一位学员薛静伊娃，薛静姐妹。大家好，我叫薛静伊娃。然后我也是特别感谢以莲老师，因为刚开始参加这个学习的时候，其实我的状态是比较不好的状态。在 COVID 的期间真的是一个人关在家里关了差不多一年，然后感觉沟通能力都已经失去了，然后又特别的没有自信，因为没有和别人沟通，也是不知道就是怎样的去建立这个找回自己的自信。然后以莲老师就像大家说的一样，就是对于文就特别快的回复，然后特别快的一系列的安排，然后就通过这个文的一个过程，然后我就学到了如何在开会前要准备，然后在开会的过程中如何的就是互相的沟通更加有效，然后在开会后如何制定 action item， 这一系列的学习，就是其实我就觉得以莲老师就直接是带着我就把一个过程都走了一遍。然后我觉得这个学习当中我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好多收获，但是有一个收获就是 take action。因为我过去也经常是会想很多，我就觉得我应该做这件事情，想了很多，但是就是感觉没有力量去做。但是我觉得通过这个课程的学习，就是学习一步步怎样的把这个目标制定的就是可以去做到，然后去坚持去做，然后遇到失败或者是挫折，然后看到自己的短板也不要太气馁，而是我觉得以琳老师有一点让我一直在提醒自己，就是以琳老师的一个特征就是半杯水永远看那个水是满的，然后呢特别的 positive 的 attitude， 我觉得在我特别是遇到各种挫折或者是一些challenge 困难的时候，我就想到以琳老师的这个 attitude， 然后就提醒自己要看那个满的半杯水，然后就会因为这满着的半杯水就是来自于神的力量和希望，然后就觉得就可以再坚持下去，就继续的努力，所以特别就感谢以琳老师还有这堂课程，谢谢大家。感谢主，恭喜你伊娃那么坦诚的跟我们来分享，我看到神在塑造你跟祝福你，而且呢伊娃很主动的预备一对一，而且也跟进，然后有一段时间没有见面他还会给我一个 email update， 这个是一个很主动很积极的一个很好的彼此学习的一个榜样，神要祝福你也开路给你，谢谢你，恭喜，恭喜，恭喜伊娃姐妹，我相信这是最后一位学员哈。我们今天的结业证书颁发仪式就顺利结束了，
再次恭喜35位学员完成了所有的要求哈。那其实也很自然，大家刚才学员在接受这个证书的时候都分享了自己的一些领受。那其实呢，我们对于这个课程的领受不仅仅在于这个35位的弟兄姐妹的，其他的弟兄姐妹，我们也用自己的一些方式，特别感恩我们的班长哈，用一个很好的网络的形式，给我们一个机会来表达对这个课程的学习，还有对老师的一个感恩。所以我们这时候就放一下，可以的话请继续学习一下。对，好的。这个老师，这是所有的学员在网上给您寄了一个卡片。其实不止这么多，我可以分享一下我的网页哈，你们实在太让我感动了！我做这个职场20几年的职场师工，梦想就是像找到你们这样好土，那么吸收、愿意学习跟成长。那个 Bella 的先生 Jason 刚刚送来另外一个惊喜。哇，我实在太感动了，谢谢你们，这个真的花还有这个卡片，我先生刚刚从门口从 Jason Sun 就是 Bella 先生拿到我的手中，谢谢你们 Bella， 谢谢你的安排，真的是我真的无言以对，我不晓得应该怎么说，可是的确让我很感动。我觉得我们做了20几年，开始把这个事工叫 call to work， 人家都觉得很拒绝，为什么我们是呼召到工作呢？我们都是为了糊口，可是终于这个现在看到你们这一群那么好的土，愿意学习，跟着看到里面的真理活在你们的生命当中，我真的觉得都是神借着你们来祝福我，让也借着你们祝福更多你们的家庭跟你们的同事们，求主帮助我们继续的倍增在这个职场使命的事工当中，真的有4代同堂、8代同堂、12代同堂，谢谢你们！哇，这个网页都是一个大惊喜哦，还有多少的惊喜啊？是的，是的，谢谢。还有更多的弟兄姐妹是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对您的感谢。哇，好，我们之后好像就是把我们过去8个礼拜的都完全都呈现在这里了，太感动了！我要慢慢的去享受每一个的去阅读跟感恩，谢谢你们。好的，谢谢怡琳老师。其实我们当着好多诗人啊，好多作者。是的，是的。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也看到我们现在已经其实接近1个半小时了，但我们还是非常希望能够听怡琳老师有一点的回应的分享，还有关于下面一个课程的一个小小短短的介绍。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大家可以在留15分钟的时间，可不可以？好吗？那我接下来就不浪费时间，赶紧把这个机会交给怡琳老师。谢谢你们，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感动，从来没有想到有这样的一天。当我们开始1996年开始这样一个职场使命 call to work 事工的时候，我们一直梦想祷告的就是你们。你们就是神给我们这样的祷告的回应，因为有你们才能够让这样的事工有果效，有能够祝福他人。所以我真的是觉得是值得的，就是我们这几十年来好像有的时候没有得到教会的支持没有得到其他的认同，可是神在认同我们，神在肯定我们，也要用我们每一位。谢谢你们，这里还有一个卡片，然后又有一个 Amazon 的礼物卡，谢谢你们。那个Bella 用了好多的心思哈，跟所有同学们所摆上的，谢谢你们。那我就用10分钟很快的来讲一下我们这个课程下面要怎么走，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子真的太感动了。
所以我真的从你们的分享当中看到，你们真的是要愿意把信仰融入在职场，信仰生活化、生命化。大家都会记得说 Thank God it's Monday， 对不对？而且还有在公司里面有个空的位置。那我们刚上了八礼拜课，而且呢，我们同学都很精辟的用你的言语、见证跟生命，把这八课都总结得非常的好。而且呢，我在你们的功课当中就挑了一些些，不多啊。有一个同学说啊，很忙碌，没有时间把功课做好。那其实功课我说是工具哈，功课是给老师的，工具是给你们的，一生去用。结果这个同学说，真的终于把八课都做完以后，哇，发现是一个美丽美好的双职侍奉影响力的人生的画面，太感动了。的确，我的愿望跟祷告就是让你们在课程里面学到成长，而且看到神在你们生命当中有一个美丽的蓝图。因为我经过过去没有这样的课程可以学习，希望我所学到的让你们少走一些冤枉路。其中有一位呢，也是好多我们当中的可能啊，已经预备计划我们的人生下半场的，我们当中也有一些已经退休的，可是他们看到有一个展开一个新的图画，怎么能够退而不休。所以他们来上这个课是因为想赶快的把他们过去的人生整理好，怎么是双职侍奉，而且要帮助以后年轻人来帮助他们做盐做光，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感谢主，真的是一个世代同堂。而且你们也总结到了，你们用四个 H 来生命有改变，生活有转型，而不只是做一个知识的巨人，在行动上不是一个矮子。你真的把 4H 活出来，我们这个 4H 呢，比我们的 5G 更有能力，这个是生命的能力。所以我们下面的课程有12个礼拜的第二季，把以前所讲的为什么工作，为谁工作啊，做什么，去哪里，什么时候换工作，五个 W 哈。那下面呢，全是如何工作。如何工作当中有12个礼拜，是吧？里面呢有两个重要的概念，一个呢就是七个 M， 如何工作。我们都知道有六个 M， 那我加了第七个呢，就是管理我们的人生跟时间，怎么兼顾家庭、工作、服侍各方面，这个是很重要也是很热门的一个问题。另外一个概念呢，就是在这12个礼拜当中学习怎么如何建立我们的领导八项，面对挑战然后发挥影响力。所以在这个12课里面呢，我们就学到这两个很重要的概念。所以不是15个礼拜哈，是12个礼拜的课程。那让我们要做领导呢，就是要怎么去积极聆听。那我想我详细就不多讲了，就是很快的给大家知道怎么在5月7号下礼拜五美国的时间，然后5月8号的礼拜六早上亚洲的时间开始我们的课程，怎么去活出这七个 M， 以前学到的六个 M， 再加上管理时间、管理人生。那这六个 M 我们都知道啊是什么了，我们就不详细去讲。而且呢，我们就跳过去哈。我们这个八箱呢就非常有意思的，以前你也听过我讲，我们这一次呢就每一个礼拜就学每一个的箱数，有八个 Q， 就是与神的关系、与自己的关系、与人的关系，而且呢以事情的关系，从这四方面来学习全方位的关系，来建立我们的领导八箱。然后我们也想到马太福音说的人生的八福，我就把这八福跟我们的八箱连贯起来了。刚刚有一个同学真的是饥渴慕义哈，是 Summer 李敏所说的 exactly， 就是我们要从智商方面啊，属灵的学习，然后智慧上的学习。然后我们这个指示的内容呢就列在这边，就是一个积极聆听的啊课程的内容啊。那我想就停到这边，这个就是我们要大大的要预备祝福你们怎么继续把第一季的课程用在第二季当中，
往前去，很实际的怎么去如何活出基督，而且不单是在 不单只在职场上的，在里面很多人际关系、家庭的、教会、社区都能够应用得上。所以很期待下礼拜五、礼拜六的时间跟大家再聚在一起。好，有什么的问题，不然的话我就预备给大家一个祝福跟结束的祷告。Joyce 跟吴弟兄。好的，谢谢以琳强老。如果大家有报名哈，可以跟小组长说，或者直接就跟吴弟兄来报名。也欢迎大家邀请其他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来一起来上课，都学习继续哈，我们把这个学习的旅程继续下去。那在结束祷告之前呢，我还有一个短短的分享。大家在这一次的课程当中，我们开始尝试了用生命树媒体这个 app。虽然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挑战哈，因为这是一个新的技术，第一次使用，但是过后其实我们也享受到了这个 app 带给我们的一个好处，特别是课程的回放，我们在里面做作业。这些我们都是还有收到我们所有的这个上课的信息。所以作为生命树媒体来说，他们有一个非常就是宏伟的一个计划，就是希望透过这个高科技能够助力我们的更多的就是属灵的事工，特别是宣教士。所以每年预计会在第一年赠出500个独立的这个平台账号，逐年递增直到30,000个。那这个计划是怎么做的呢？最主要是希望赠送给有需要的宣教士神学院非盈利机构，那么他们就可以使用这样的一个网络，能够更好的连接和拓展他们的服事和事工。所以我们邀请，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机构要推荐的，你也可以跟吴弟兄联系。那你愿意在这个计划当中做一些祷告的支持的奉献的，那您也欢迎您跟吴弟兄来保持联系。希望我们在这个网络的时代，我们也使我们的服事装备起来，能够触及到更多的人，把福音传到地极。好的，我的分享就结束了。那我们的结业典礼哈，也要接近尾声了。那在最后的时候呢，我首先想邀请大家哈，我们都把摄像头，方便的话，我们都把摄像头打开好吗？我们一起来拍一个照。我拿着花，谢谢你们。对的，跟这个卡，谢谢你们。拍一个照，然后呢，我们也真的是再次感恩老师，我们也感恩我们的同伴们。看看你的左右哈，很多熟悉的脸孔在我们的小组当中一直在陪伴的我们。谢谢我们的天使，谢谢我们的组长，谢谢我们的班长，也再次感谢吴弟兄，真的是我知道他花了非常多的时间，今天一大早就起来，昨天弄到很晚，今天一大早起来那他现在又还有另外的事情要赶着做，非常的感谢他的付出。好，我们拍个照，大家可以的话可以做一个小小的姿势，或者是保持微笑。好，谁在拍？我在拍，但是一个屏幕拍不完。 okay, 所以我需要拍几个，可能两个。对，好的，大家保持微笑。好嘞，我看到吴弟兄也上来了哈。好，谢谢大家。那我就把时间交给以琳老师，给我们做一个最后的祝福祷告。好想念你们，很期待下礼拜五、礼拜六再跟大家一起学习，非常感恩。然后我们期待神要在我们当中做奇妙的大事。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的复活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保惠师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在我们当中做了奇妙的大事，而且你要继续用我们每一位同学，每一个生命，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工作的岗位，每一个在教会里面的服事，来让我们成为一台美好的戏，让我们成为一群
围绕着这云端云边的一个见证人来为你做见证。主，我们感谢你在每一位同学所分享的、所赞美你自己的大大的工作的，都是要把一切荣耀归给你。求主继续的用我们，让我们真的在我们的每一个时刻当中，无论是光景是起起伏伏的，还是顺境逆境的，都知道是半杯满，因为你的福杯在我们当中是满意的，让我们走在这个标杆人生当中，是往着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榜样，成为我们的标杆，靠着圣灵凡事都能。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的名，阿们。上帝祝福大家。我们谢谢你们，谢谢吴迪兄的摆上，哎，你好好的给吴迪兄按摩休息，累坏了。谢谢你们，谢谢 Jason 班长 Joyce， 谢谢老师，谢谢 Joyce， 谢谢你们这个卡片，嗯，我要好好享受，你们让我太感动了，我真的睡今天晚上睡不着。谢谢你们。欢迎订阅生命树媒体频道。